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在家太无聊了，对你也怎么样？那可是太好了，看看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佳宇，你干什么你？什么？没事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立即给我告诉你。老爸，对不起。志玲的心机时刻，他刚才就是开玩笑。是开玩笑吗？你认识？你说话。没事，大胆说。是啊，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那你刚才你这个样子是什么？我这种主意不好呀。来嘛，让你看一下我平时对我姨有多好。你怎么这么？你跟老板说，我给你按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我还没碰上。真正一天吃的。哎呀，你进去拦着呀，麦克呀，李志玲，你救救我！你，哎呀，妹妹，跟你说什么？跟你看看这什么？什么没有？你玩瘦啊？瘦啊！就是现在年轻人里超火的社交软件，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可以上瘦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这交朋友、发动态、开黑，加入各种有趣的圈子。哦，确实年轻人嘛，非常适合你，快去研究研究啊！一年挣的一多个钱。爷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你鞠什么躬啊？对不起。哪里管管？